是打方丈啊，那一二三，上这里，还是练基本功的。前面那个单簧桩是练的右腿，这个是练的左腿。前边是这么不行，这一个是这么不行，是吧？都得不太一样啊。下边从单簧桩变单边，你看一，这个单边是四个动作，也是够了。二、三、四个动作，哎、啊。